我们赞赏马英九先生等岛内各界人士反对台独的明确态度。近年来，民进党当局频频上演夹带台独失火的政治闹剧，只会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只会让世人看清他们谋独之心不死。无论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怎么折腾，搞哪些小动作，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，也阻挡不了祖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。